哎，王哥，快点，赶紧的，快跑！干嘛呢你？啊，我找大表姐，大表姐。找错了，找错了，走开。情况我们已经简单做了记录，如果后续有任何进展，我们会及时联系你们。谢谢。不客气。人找到了吗？还好来得及时，不然就被他们跑掉了。你没事吧？我还好。怎么？许成毅在你旁边？是的。嘿，这小子有长进啊。这方面可不是他的强项啊，找过来的速度倒不比我慢多少。严总，您还有事吗？本来有，既然他在就没事了。是不是特别疼啊？不疼，就是一些皮外伤，等会儿我进去包扎下就好了。肯定流了很多血吧？哪有啊，早就已经不留了。怎么还没到我们啊？都是我不好，我没能保护你，还害你受了伤，我太笨了。你怎么又说这样的话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。我这真没什么事儿，我就是在这等着。你趁这个时间，你去看一下林薇，看看她有什么需要的。可我想陪你。我也想你陪着我，只是我一会儿进去包扎了，你又进不去。你去陪陪林薇。要是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待会儿就不过去了。我今天也是有点累。听话，啊。那你照顾好你自己。